对于艺人呢开始转发说这一个呢中国围台势必成功这个呢台独这个必须要受到制裁这样的一个言论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反正艺人就是呢他要去中国发展，他要讲这些话是他的事情。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在灰色地带作战里面，如果今天不是艺人转发，如果是政党的代表转发呢？如果是我们有一些代表性的公务政治人物来转发呢，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会不会对台湾有更多的打击？也因此呢，我认为在特定的状况之下，我们必须要用法律来规范这些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提出刑法外患罪的修正。我们一直以来外患罪的要件定得不够明朗，因此我提出了4种不同通敌这种背叛国家的行为，希望我们能够用法律的规范，让之后中国无法得逞。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艺人因为统战相关的这个艺人今年是特别的多。那当然也不是从今年开始从我们的研究，我们大概都可以知道，对艺人的这个渗透大概都是以6年为一个季度，然后每一年都会请艺人讲更激进的话语。从这个什么从反对台从那个不支持台独到反对台独到不支持统一到完全支持统一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呢，已经开始有艺人都开始转发说这个只有一个中国台独是死路一条了那这一件事情呢，对我来讲就是说，如果今天是艺人表态，那艺人毕竟是在自由市场，他要去中国发展，可能也是他家的事情那他可能也是他的自由。但假设今天发文的人不是艺人，假设今天是一个譬如说台湾的教授他已经有这个，他是平常有拿教育部的薪水，又或者说他今天是政府的官员来做这件事情，那或许风险就会越来越高。那我们现在担心的就是，对中国来讲，这是一种灰色地带嘛，他对于艺人，他会逐步的禁闭，叫艺人表态的越来越激进。那接下来呢，角色也可能会更换，现在是艺人，接下来可能就会是其他的人员，他会不断去换这个角色所以呢，针对这一点我们有看到，就是说这一次这个也是国安堂会就有提到，就是它有几个阶段嘛官方先定调然后呢，官媒再协力扩散，最后再由台湾的艺人去做这个陆续的转发。那我现在想的就是第4、第5阶段的事情，就是说如果等到比较重要的人物比如说政党的代表。他也开始讲这些话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办？因此呢，就是我们现在在研拟一个方案，就是说我们刑法这个外患罪，我想说这一个这个局长一定非常熟悉啦。我们的外患罪一直以来就那一条而已。就是说呢，你意图使这个我们的领土为这个他国的领土通谋，然后是死刑或无期徒刑。那现在对我们的司法的体系来讲，那一条很难用。就第一个，它刑责重，死刑、无期徒刑，然后它的要件又很不明确。所以，我们针对这一点呢，目前列了这4个第一个就是跟这个案件最有关系的，就是公开声明或向外国或其派遣之人承认该国或他国对中华民国实行有统治权者。这是第1种。那再来呢，后面我们还列了几种，有什么违背，就是你承诺，像我们之前有看到有将领直接去签了这一个说投降协议这是属于第2种。又或者说第3个在台湾直接举报这一个相关的这些事项，让中国可以合法的能够在台湾行使公权力，这一定也是问题嘛又或者说呢，就直接去签署和平协议等等之类的那我们现在列出了这一些，但我们现在也会觉得说，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说艺人做这一个我们就认为是问题，基本上应该还是要有特定身份的人，比如说总统来做这一种，或者我们的退将、我们的军人政党代表，所以一般人民能不能够在里面，这当然还是打一个问号。但我会认为，因为我们现在要推这一个法案出来的时候，应该。不管是国防、内政，还有司法法制，应该一定会请国安局来说明所以呢，希望看国安团队能不能针对这一个就是来做一个重整，让我们开始在看这些法条的时候呢，可以询问一下，因为你们毕竟在第一线，所以到底有哪些类型没有被放进来，或者说有哪一些可能太广了，我们可能需要在委员会讨论所以这方面可能请局长指示一下，就是看能不能团队然后来做一些准备。好，对这部分有跟委员做个补充的说明就中共对台。的一个统战或是认知作战的样态，确实会找知名的人物来呼应他们对台政策的一些说法。那艺人、政治人物、退将或现役军人去签署效忠同意书等等的，都是他们操作的过去的一些看到的手法。那在法律要件的部分，我想对于大院包括委员可能可以来提出对于外患罪一些条文的修正的话，那我们也很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参与相关的讨论。那否则目前来讲，在法律工具上确实有一些局限。那比如说像这一类的征讯的散布，我们也曾经考虑过是不是有涉及到反渗透法、危害公共安全或公共利益的部分。但条文在运用上确实有它的限制，所以非常从国安的角度来讲，我们非常乐见大院可以有这些修法的讨论。 确实哦，像以反渗透法来讲，我们最近也提出了一个修法，上礼拜有送出去哦，就是针对争议讯息。但因为争议讯息有些是什么，有些是本来法律就有处罚的，像什么内线交易相关的啦，或者说跟农业相关的啦，传染病相关的啊。那这些如果要跟反渗透法结合做加重，这个部分应该比较没有疑虑。比较有疑虑的，一定就会是类似像涉违法那一种。就涉违法那个要搭配反渗透法，我们真的要这样定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反对说啊，这个又是在这个侵犯言论自由。 但我觉得这个部分一定要严厉，是因为显然灰色地带现在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挡下这一个的话，下次他可能文章不会那么快删除了，开始就在散播说什么哦海巡还在根本就没有认真哦，准备要那个把酒言欢什么等等之类的。这不只对士气会有伤害了，对人民对这一个不管是国军跟海巡的信任一定会有伤害。是。 对，对于艺人呢，开始转发哈，说这一个呢，哈，中国围台势必成功哦，这个呢，台独哈，这个哈，必须要受到制裁，这样的一个言论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反正艺人哦，就是呢，他要去中国发展，他要讲这些话是他的事情。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在灰色地带作战里面，如果今天不是艺人转发，如果是政党的代表转发呢？ 如果是我们有一些代表性的公务啊、政治人物来转发呢，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会不会对台湾有更多的打击？也因此呢，我认为在特定的状况之下，我们必须要用法律来规范这些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提出刑法外患罪的修正。我们一直以来外患罪的要件定得不够明朗，因此我提出了4种不同通敌这种背叛国家的行为，希望我们能够用法律的规范，让之后。 中国无法得逞。欧阳娜娜等艺人配合中国绕台的相关的军演，然后又发表统一的言论，形同武统的这个相关的说法，其实踩到国际法跟国内法的红线。在国际法上，《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特别20条禁止鼓吹战争，因此这个踩到国际法上的红线。 另外，在国内法、刑法的规定也禁止煽惑他人犯罪。那如果违反者，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那鼓吹武统的言论，形同煽惑他人犯战争罪或坏案罪。那这个部分煽惑他人犯罪，在国内法上也是处2年徒刑。那欧阳娜娜等这些艺人配合中国的绕台的这个相关的军演，发表统一的武统的相关的言论，踩到法律上的红线。